板玩很大之路，我们要从这里，然后走回三立电视台，走回三立电视台，向真理回归。屁啦！至少给我个脚踏车吧，不要我一出来就吵架生气吧。到底要我们什么时候才要去台北？五年来最硬的玩很大了，太硬太硬。我要的玩很大不是这样，我要的回归不是这样。